好，来看着你的肩膀就好，对，脸再转过来。很可爱。Hello， 我现在已经在化妆了，然后应该等一下化完，然后听说就会有车，然后可以带我们去拍照。然后我刚刚发现他们用的化妆品跟保养品都超高级 ，NARS， 然后 YSL 就是这些，然后这个我平常也是有在用，那其他我就都买不起。他们还有这个，我没看过这个哎、欸。好像是 Burberry 的粉底液吗？我不太确定，超酷的。没事了，不要怕，没事了。画完也很像，很像吗？我们两个有长很像吗？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好。不要趁机挖鼻屎哦，好。对，很好。不要趁机挖鼻屎哦，好。好，来，你转过来帮我看着你吧。你再转侧一点。我长这么大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乐团呢。哪有你美啊，讨厌！Oh my goodness！ 我们现在要前往下一个地方拍照，地欧世界。这个是上学妆容，来，这个美丽的皇冠 tag 一下 ，OMG ONG 哦。今天这个造型是花轮头。我看，你自己看。嗨，我们终于结束了，我们杀青了，耶！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。我们现在就是很饿，然后要吃青井泽。要去广山啦，好可爱哦！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就是破5000块我的粉丝，就是现在就举办抽一枚红茶。那我现在决定要来办抽奖，边化妆然后边抽奖。为什么我没有？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超可爱！哎，我也想要，这好可爱啊！去哪里买的？送出的就是三组 Sarasa 的 Vintage 复古笔。首先呢，先按这个影片一个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呢，在下面留言。随便你爱怎么留就怎么留，不要再说我像长得像陈柏霖就可以了。这个笔真的很难买，因为我现在要去买都买不到，我直接就是上网订。我超想要的。好，跟大家 say goodbye， 拜拜，拜拜。
身体发肤，天生爱情。